Hello， 我是盖伊。今天我们三剑客来到台北市立大学天母校区，来体验挑战看看舞狮。听说他们现在准备要开始表演了，我们就先去看一下。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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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可以举着它，然后还可以跳。他们就这样举起来，肩推这样走。这个肩只能拍一颗画面，然后就没了。而且要好久才能再拍。然后就开始要浪费一些社会资源。健身 YouTuber 没想到一个没跳好，头直接擦撞到地板上，惊悚画面让粉丝们吓坏了。想问一下念主任，就是传统舞狮它有哪些流程？我一般来说啦，因为狮子重点是要采青嘛，那采青之前呢，它会有一些动作来做。青是什么？青呢是就是狮子它要吃的这个食物。该不会这个弄狮人手上握的就是青吧？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。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弄狮人的话，通常那个叫大头佛。那大头佛的故事版本有很多种，我看到都是有戴头罩的那个。對對對對對對，那我们今天这一位，他是有需要头套的吗？还是他可以直接这样？一般来说，我们是你好事。其实这是算类似一种偶戏，也算是一种木偶剧。一般来讲是不会让自己的脸露出来了。对，啊，当然特殊一些表演的需求啊，也是可以脸露出来这样子。就想问一下主任，总共有哪些步骤？我可以跟你介绍比较常见常用的。第一个呢就是敬礼啊，有的人称作三拜，有的称作行礼，敬礼。再来呢，就是中途的表演哦，比如说他会爬山、过桥。我们刚刚有说采青嘛，他找到吃的东西，他会说试探，左右看一看，青可不可以吃。吃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吐出去，然后最后再做敬礼，这样就只有结束。一般来讲会有这些。为什么要把它吐出来？要怎么呈现这个青？它是有实体的东西吗？对对，以前的话通常是生菜，因为我们这是广东吃粤语的那个生菜，就是那种生财要赚钱这样，给观众发财，还会抢，有抢着占真的占 C 位，啊，当然肯定。是老板啦，哎，旁边会把那个，你手可以穿过去，然后，对，这样可以。好累，不会啦，其实头尾都累。对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弄狮人，弄狮人太爽了吧！来，大家，这就是采青前的一个，这是敬礼，对，这是敬礼。怎么样？有吗？你会吗？你要记，好像没有想象中快。我不问你的角色是什么，大头佛。那个主任说大头佛就是丑角，那我没办法对大头佛。你不是搞错的，你可以背对我们来一下吗？那不是在装傻吗？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现在有料了。哦，哎，哎，可以哦。你为了当狮尾，你也是豁出去。
漂亮漂亮。跳的时候脚不要往后勾，因为往后勾它会爆炸吸油。我自己摇一下，没有它，它摇一下。哦，好，好跳。你预备跳，你这样跳，然后让它知道你准备跳。先把它抓起来，然后再蹲下去让它沉。哇！再胸口往后，然后肚子挺出来，重心的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快快。你可以先把它拉这里，你先站硬拿，然后再慢慢蹲。那个干什么东西？这个地方啊，错的地方，太前面了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人看不下去了。我以为我们刚刚已经成功了。脚这边的施力的角度不对啊，往前跪，它就会下去。狮头也不用跳太高多少，因为它我们只要站到膝盖上面而已，下面的膝盖不要往前顶啊。OK 了，差很多了。药师的重点就是这最后那一下，不能放手。喂，看我这架势。弄师人是这样子的吗？我是不是要玩弄他？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剑客好师好师，目前要来一个小验收，请我们的念主任标一下细节。准备好了吗？哦 ，OK， 好。不错，对不对？动作还算 OK 了。问题不大。刚那个验收是不是觉得很笨拙的感觉？啊，这个其实也不用我说吧。主任太伤心了，主任。对，所以主任，我们刚刚的那个表现是，其实是还挺不错的，是。所以下次表演的时候，可以代替学长搬一些道具什么。大概简单做一下好了啦。现在的目标是这个嘛？就你人套进去的话，应该是。所以我们刚走的那套步伐，加入一点自己的 freestyle 是可以的吗？啊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我们再练一下。好，谢谢主任。不会。咚嘿，咚咚嘿，有没有一点灵魂感？快来踩亲，踩我的亲。你已经没有亲了啦，你用光了啦。啊？我靠，好累啊！你要累什么？你来试试看，来。不要这样子一直，我靠，累累。哇，他直接把他跳过去的嘛。哇，摸这里可以吗？不行，拉上去我应该可以。尽量踩装盘的中间哦，因为你失手踩一半的话，至少还有一半。等你踩一半失手，就是跳下去了。
很远哎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距离一样嘛，对对对对，没有错没有错。哇靠，两个。你是可以这样子偷拍狮子里面的吗？对，往后面过去找起来。三剑客，好狮好狮好狮，来个狮，来吧。不是不是不是、oh. 安排的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上了两次，还好第二次有成功。啊，你有没有那个？怎么没上？啊，那鼓声要继续继续，这是跟着你 freestyle 哦、oh. ，sweet 啦，谢谢你的 carry。啊，念主任，我们成果发表完成了。那想问一下主任，我们刚刚这个表现怎么样？以刚开始来说啦，还可以。我们刚刚的这个表现，如果今天代表学校，然后去公演，没办法上，真的，就是很想表演，然后就，我们不管主任，然后就真的这样表演了、回去是被主任直接赶出学校。不会啦，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推动，然后多一点人喜欢。主任，我们刚刚朗塞、狮尾、狮头，然后想请主任个别帮我们点评一下。动动狮子的话，其实我还觉得 OK 的，因为活泼，它有互动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还可以。啊，如果说再更夸张一点的话，会更好。那狮尾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其实因为狮子我们要看起来背是顺的，那目前的情况就是比较像骆驼。狮子中间有一个头和刀出来的地方，然后这不行，这就不行，我要压落下去。那狮头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已经有进步了啦，至少你还会找到那个青可以吃。主任下午看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应该心里是很难受的。还在录。真的是蛮难受的。该这样子训练下来，就是困难的地方。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重心，每个点你要找到重心之后，你的动作就漂亮。像我在可能洗脚干嘛，我如果重心偏在前面，然后我还要硬要去洗脚，那整个看起来就很丑。那我如果重心有抓好，再去做一些动作，就好看了。抓到重心很重要。狮尾的钥匙诀窍是什么？前面有记得就好，因为我们会看到他的脚，他脚怎么踩，我们就怎么踩。主人听得很难受。棒。想访问你们几个问题 ，OK 吗？好，那么来访问一下舞狮队的女生们，怎么会喜欢玩舞狮？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很用力的一个运动，而且会流很多汗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舞狮的魅力在想要一直玩下去，跟别人不一样。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舞狮的？高中。那怎么会接触到舞狮？有社团。高中就开始学，那学好几年？没有，我们高中没有到狮子，我们都是乐器的。敲锣打鼓那个。对。然后再来，现在到这边才有开始练习。那你们那种，我看那个很远，你们这样跳得过去吗？目前在练习。身高高的一定会比较好，对，因为你跨就大啊。可是你身高就是这样子，你不会觉得那压力更大吗？会。我刚看你们两个举，你可以把它举到头顶上。嗯，对。你看，你可以现场来一段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石头师伟来一下。我没有那个safety handle， 我不行 safety handle， 我有啊，有啦。你们觉得舞狮的男生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？对上男生怎么样？他们听不到。他们马上无眼。活泼。他们表情已经很活泼。啊，这个意思是？打没？很热情，比较幽默吧。生活对上男生的情书或告白。对，男朋友在对上。还没，踢足球的。哦，你喜欢踢足球的还是男朋友踢足球的？男朋友是踢足球。啊，如果再让你选择，我还是一样都是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没有想问什么，我只想要知道而已。怪的。练不同东西也不错，而且不用每天见面，看得很长，对吧？那你们回去会跟男朋友练吗？不会。你在问什么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要动！好，那我们谢谢四位队员。谢谢。哎，学长。学长练多久？5-6年。高中就开始练，地板上根本还没上高中，是大学来上高中。舞狮它迷人的地方在哪？我小时候觉得它是很可爱，所以会想学。我现在是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可爱，然后也可以威风凶猛的东西。要把一只狮子演得好，是不是真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狮子？对，有人说不要养猫咪，去模仿猫咪的动作，然后去学狮子。所以你是不是在家都？会学那喝水。你女朋友在对上吗？干嘛？你要来说？你没有听过猫喝水？不要我。没听过。像猫咪要碰东西的时候，它会试探。学长来一下。有感觉。我都会这样。然后有力，跟上这个。像。好，来问一下今天的学长，你们两个是很久以前就一起搭档了吗？没有，我是上大学才开始。高中社团就有接触舞狮的，啊，你也是？我是家族企业，本身家里就是舞狮团，所以你从小耳濡目染。对，装的部分大学才有碰。那你现在朗沙一段，我看。啊，可是家里是学佛山，太凶。哦，比较凶的。对。吃的时候啊，在梅花桩上面，你把它举起来，举着它加速跳过去，然后把它放下。这个动作要练多久？1个多月，快2个月。但其实一开始在平地上练就可以了。对，平地的话就是抓木，走，然后跳，然后放。你是不是要很信任思维？他如果没把你放到对的地方，你是不是直接掉下去？我刚在下面看的时候，我还看不出什么。但你练完之后，你再去看他做动作，就知道，就觉得哦，这个没有练个10年，应该是上不了桩的。他连上桩都是用飞的飞上去。我们有一本裁判法，它里面有规定的，就是比赛的哦，是哦，就是跟那种什么跳水，然后它有几个动作就是最难最难这样子。哎，你们刚去那个香港比赛回来，对，香港他们练的那个舞狮跟台湾是有什么差别吗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他们注重的是速度、形态，中国的话就是动作要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，创新动作。然后我们台湾就是能求稳就求稳，防护措施是有的。大陆场地他们是一进去训练场全部都是软垫，然后装在这里。我们的环境不一样，就是他们的预算比较多，对，他们是整个场地否舞狮，对，但我们这边要自己搭，其实很麻烦，因为很重的，你不能随时随地练吧？对，对，因为你东西一定要大家组装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揪团练，对，大家轮流上去，对，资源不够到让你可以。练习这样子，我们很希望可以把它推出去，帮个忙，这个影片推一下，你会很
你女朋友在对上，就是你，是你啊，哦，就是你，可惜力喽。你们对上就对，对，那我们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念主任以及台北市立大学的舞狮队，那希望舞狮呢这个文化可以一直被传承下去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健盖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